Senhor. Para. Não, xixi. Tiquidim. Mamadê. Lê.你要坐在这里啊？可以啊，你要坐着。坐在哪里要干嘛？可以洗手，然后再撤掉。因为太多路人来洗手。应该吧。那为什么它叫桑葚优酪乳？它明明就只有它就加牛奶而已。在我认知里面，酸奶跟牛奶很容易起作用，哎，就会有助于排便啊。那个不是排便而已，它是搓塞。你说起什么作用？会爆炸？对啊，就是肠胃道会比较不好，它会蠕动的太剧烈。你都要乳对乳动太均匀是什么鬼？写的工箱，我已经在试了、啊，你写的工箱。对啊，你待会就要评论。有可能 OK， 因为它发酵过了。牛奶不是，我喜欢这只狗，好像猪哦。怎么还？